好啦，做完咯，最後啦，一次過做下，手掌向上，精氣神合一，身體同個心一齊噶，睇住佢吸氣，憑氣空心掌，吸氣，手掌向上，膝頭哥向下，拱嚿石嚇，唔係跳啊，拱。放松自己，放松自己。好啦，我哋埋个位度吓。嗱，我哋而家做呢个最后呢个叫做观生灭啊，或者佛陀讲嘅叫做灭受想定啊。出边我哋有个年轻朋友系跳舞嘅。其實做每一樣嘢，無論你係跳舞、做戲、玩音樂，或者你好似任何一個專業，就算你話我念佛，念佛都係一個專業。每一個專業佢都要有助導因緣。其實我哋呢個功夫係助導因緣。你想做戲做得好嘅，你睇啲明星，有啲明星周潤發做戲做得好啦，我中意睇周潤發咧。但係周潤發淨係識得做周潤發嘅啫喎，佢做皇帝又係周潤發，佢做坐監又係周潤發，佢做乜都係周潤發。但係我中意睇，冇得講。但你睇好多明星咧，佢做乜似乜嘅喎，好入戲喎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忘我，佢冇咗呢個我啊嘛，佢忘咗呢個我，咁嘅時候佢咪可以做到佢要做嘅專業咯。跳舞都係嘅啫嘛，我唔識跳舞，咁但係。我睇識睇跳舞嘛，跳得好與唔好就係一個分別，就係忘我。我識彈音，我識聽音樂啊！你聽下，朗朗彈鋼琴，同第啲人彈鋼琴嘅分別在，朗朗彈鋼琴嘅時候係忘我噶，佢冇咗個我喺度噶。咁呢個功夫其實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助導因緣，點樣去學下忘我？咩叫忘我啊？你放開呢個身體，點樣放開呢個身體啊？放開呢個呼吸，好啦，我哋而家坐好嚇，檢查呢個坐姿應該做嘅就做啦嚇，放鬆只腳，放鬆隻手，拉直背脊，打開膊頭，額頭向後，下巴向下，放鬆眼皮。我哋用10分鐘去學呢個忘我嘅做法。我哋睇住呢個呼吸，而家佢身體嘅氣場好強，你好容易就睇到呢個丹田呼吸，個肚自己會喐嘅。你將個注意力等晒個肚度，你睇呢個身體，呢、這個身體根本你唔叫佢唞氣，佢都唞氣嘅。你放鬆，你睇住呢個呼吸。知道自己吸氣，吸氣嘅時候個肚脹；知道自己噴氣，噴氣嘅時候個肚收縮。你睇住佢嚇，全神貫注睇住佢，放鬆自己，放鬆自己，將個坐姿調一調，拉直個背脊，拉嘅時候個心一路向上，上到盡嘅時候喺上邊望翻落嚟，睇呢個身體，唔參加呢個身體，淨係睇住佢。佢吸氣，你睇住佢；佢噴氣，你睇住佢。好啦，我哋又要返去呢個海灘喎。你揾一個海灘嚇，你喺世界全世界你玩過咁多地方，你揾翻你最中意個海灘，好平靜嘅海灘。你睇到啲水上平靜到上嘅時候，你可以睇到個月光。
你睇啲水浪慢慢落，慢慢慢慢落，落嘅時候平靜到你可以睇起啲沙粒同沙粒之間啲水慢慢流開。吸氣嘅時候就好似個水漲。吸氣嘅時候就好似個水退。呢個海灘係一個大自然嘅一部分，你個吸氣都係大自然嘅一部分。佢要吸就吸，要噴就噴，根本係與你無關嘅。你以為你嘅身體吸氣要你去主持，唔使噶，佢自己可以吸氣噶。你嘗試去感受下呢個身體嘅自由，你將個注意力等喺呢個海灘，呢個水漲嘅時候，佢漲到盡，佢停一停。停的時候，好似全世界都停咗落嚟咁樣。當水退的時候，一路退，退到盡的時候又停一停，停到全個世界都停咗喺度。你放開你自己的呼吸，你淨係睇住呢個呼吸，唔好去參加呢個呼吸。你感覺到呢個呼吸。去到盡的時候，個吸氣去到盡的時候，佢會停一停，然後佢又好自然咁噴氣。噴完氣的時候，佢又會停一停，甚至停好耐。佢需要的時候，佢又吸氣。你嘗試下喺噴氣嗰個空間停一停，將個注意力等喺呢個空間，唔好去參加呢個呼吸，喺度等呢個呼吸自然發生。呢個身體嘅見你唔去呼吸，佢就會自己呼吸噶，佢唔會唔吸呼吸嘅，你唔使驚嘅。啊，你喺呢個空間度停喺呢個空間。呼吸一嚟，你就跟住佢，好似水漲咁，漲到盡，佢又噴氣，你又跟住佢，一路睇住呢個噴氣，睇住個肚收縮，去到盡嘅時候，你自己話俾自己聽，好啦，係時候我睇住呢個空隙，睇住呢個空間，我喺度等你。呼吸見你喺度等佢唔耐煩，佢就會自己吸氣噶啦。嚇、啊，佢一嚟嘅時候，你又跟到噴氣，你又跟去到空間嘅時候，你停留喺個空間度，睇住呢個空間，等佢吸氣。啊，大家試下嚇，我哋仲有四分鐘，大家試下，試唔到唔緊要嚇，慢慢嚟，唔使緊張，睇住個呼吸。你睇到個呼吸已經好叻啦嚇。好，大家唞下雙眼啦。我哋初初喺呢個面書直播的時候，第一個上嚟學的就是頭先我講嗰個後生仔跳舞的後生仔咯，咁我好開心。咁咁啱先咧，佢就喺日本翻嚟，個日本心做完翻嚟，喺香港要隔離21日啦，記唔記得？咁啊喺個酒店度，咁我就每日唔係每日，即係耐唔耐同佢聯絡。咁我就寫咗幾個字俾佢，咁我話將來有機會啦，我就用大字寫俾你，但我啲筆收埋曬。我費事搞啦咁，咁我寫咩俾佢咧？咁我寫啫，就係行住坐我咯。啊，師傅解釋行住坐，行如風，住就企啦嚇，企如松，坐如
中卧如弓，吓企嘅时候好似企棵松树咁踩实个地下山根，放松个膝头哥，等呢个火出嚟啊嘛，企系火啊嘛，行嘅时候要行到风，风就系呢个感受啦，呢个神经感受啦，所以师傅行佢有佢个教法啦，坐就好似个钟咁，四平八稳，啊个啷啷吊住，卧如弓。你睇佢卧嘅时候，你睇我哋卧禅咧，唔系搭咗喺度噶，好似个好似个弓咁，随时一掹就射。咁然后我加咗一句俾佢嘅，佢而家喺出边，我话舞如凤，佢跳舞噶嘛，舞如凤。点解我用凤呢个字？凤凰系咩嚟噶？凤凰喺火灰度翻身噶嘛？记唔记得个故事啊？啊、好像我們說這個薩提這個公主，她就是燒了自己，然後她才回到她的天，鳳凰就在個火裡出來的。我意思就是不是只是說跳舞，每一個專業，就算你學佛，你當你學佛一個專業，你都要先死而後生。你看不到這個呼吸，看不到這個空隙，不能夠放開這個呼吸，你咩都做唔到嘅，咩都做唔到嘅。你见到呢个呼吸，知道自己原来呢个唔系你嚟嘅，呢个系身体嘅你，唔系你心灵嘅你，唔系嘅心灵嘅我。哦，就好似死咗咁啦，人就死咗啦，先死而后生。嗱 ，OK， 我哋摸下自己 ，OK。